离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你有这些女朋友是吧？谢谢。来，华健吃个腿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，我吃。吃了辣的和冰的，胃有点不舒服。来杯新三九胃肽，喝了让胃舒服一下。吃完了，胃不舒服的小伙伴加霜可以备制哦。今天收到了一位千万级美食博主的神秘邀请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对，就是那个给林先生做饭的噗噗鸡鸡。我先替你们尝尝。哇塞，这卡片还是香的。噗噗亲手做的喜糖，咱也没啥手艺，就装些零食给噗噗亲亲吧。祝林先生和噗噗新婚快乐。噗噗，我们厦门见呀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今天邀请一位粉丝来我家吃零食。这门还挺重啊。这也是甜菜的零食店吗？小姐姐挺好看。对对对，快进来。一些小姐姐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想吃火鸡面。尽情挑选中。喂，今天我给你做两杯超好喝的冷饮。沉浸式做饮品。你想喝哪个呀？这个好喝吗？好喝。喂，我给你做了牛奶火鸡面。嗯，好吃。小姐姐给我带了蛋糕吃。嗯，好吃的。生日快乐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